第三十一题，篮球垂直向上弹起到达最高点时的运动状态，下列相关叙述何者正确？篮球往上走到达最高点，就是不会再往上了，它往上走的过程中会越来越慢，所以最高点的瞬时速度就是零，因为它是零，所以它不会再往上走，所以它的瞬时速度是零。然后的下一个瞬间它就开始往掉下来，所以我知道它有个加速度要向下，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加速的来源是来自于地球的引力，那么它不管是上升或者下降，随时随地都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，所以随时随地都有受到个加速度向下。所以第三十一题问我们说，下列相关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猪，篮球在最高点时瞬时速度为零，但加速度不为零。